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吧，八王寺，八王寺集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菊，就算不知道这儿的你也应该知道八王寺汽水，一定喝过。八王寺出来啊，咱们一直往东走，去找个小分店。这地方是个居民区啊，全是小吃啊。今天咱俩找的这家店就是许家抻面，这个我是刚来沈阳那年啊，这超级多呀，许家抻面、四季抻面，老多了。现在沈阳已经所剩无几了。我记得那时候许家抻面，郊区都在郊区啊，住的多，市里还是少。哎呀，这又新开一个小骨头羊杂馆，这玩意儿是我喜欢的呀。拉倒吧，今天不行。今天中午就整面，因为啥呢？中午吧，省太好了，就想整两口。哎呀，挺好啊。还有各种拌菜。许家这个老摊面不错啊。加一甜的，不爱吃。要拌的好。这一甜真好吃，哥们儿。它炒的味儿还行，就是甜不溜收的。孜然味儿，辣椒味儿。别冷，别冷，别冷！要关家好，冷晚了，他太快了。我这到过完年那头就已经穿上了，晚上。现在沈阳这居家不知道咋了，大部分都没皮了，非常非常小。吃鸡架，如果你要没有皮的话，那你就是鸡架就剩那点肉了。我要是为了控制成本，中午一碗面是真满足。大军呐、啊，你怎么老吃面呢？你吃点好的行不行啊？这个不允许，哥们儿们。中午对付一口，中午吃什么大鱼大肉？许家抻面呢？味道我感觉啊，我感觉不错，跟什么人人呐、盛京人人跟那个比较相似。老汤面挺好吃，他家好像没有鸡汤面，应该是真不错。现在这地方很少啊。老许的抻面非常早，非常非常早。行了，中午又一碗面，又影响你视觉了，是不，哥们儿？那没招啊，就
哥中午就得吃点这玩意儿了，拜拜。